贝贝终于接现代戏了，颜值又要霸屏了。这可是他的首部现代剧作品，不过听说拍戏时险些晕倒呢。古装扮相极美的 Angelababy 终于接拍了个人的首部现代剧作品《创业时代》。近日新剧开拍，路透照曝光，只见 Baby 被戏时难掩腹痛，靠在一旁，不时用手轻揉腹部缓解疼痛，面色也显得格外苍白。直到暴毙强撑，最终虚弱到站立不住，助理几经劝说，他才同意拍完这场戏去医院就诊。敬业程度着实让人佩服。为了孩子 ，Baby 也是蛮拼的，难怪身体如此虚弱。听说 Baby 为了不让小海绵孤单长大，还打算生个二胎。想当初产后迅速瘦身的 Baby 让代孕风波把她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这孕前孕后无差别的好身材着实让人惊羡不已。腾讯时尚公众号中也记录了不少 Baby 的美照呢。炫技狂魔黄晓明也希望和 Baby 一起再给小海绵添一个妹妹，陪伴她长大，凑足一个好字。如此早早透露二胎计划，想必 Baby 也是做足了准备。最近在拍摄现场，我们看到了身穿紧身休闲裤的 Baby 小腹微微凸起，连最爱穿高跟鞋的她都换上了平底鞋，不禁又让大家联想，难道 Baby 又要做孕妈了？想当初怀孕三个月的时候，Baby 身穿给温彻黑色圆领 T 恤，下搭亮片皮裙，轻松遮盖住了孕肚。而近期我们又看到她穿着休闲 T 恤，搭配相似款满当 K 皮裙，对比之下不难看出，硬挺的皮质裙子真的能够在怀孕时轻松遮肚。 A 先生惊叹，如此穿搭方式跟当初怀小海绵时格外相似呢。 Baby 复出后时尚代言也是接到手软，看来大肚辣妈的接拍美照一定不少咯。更何况还有好闺蜜杨幂坐镇，一边接拍一边探讨养女心得，如此美好的画面 A 先生想想都觉得激动。偶尔吃个自家的甜品，像林心如一样时刻不忘分享好心情，美胖并快乐着。而拥有粉红少女心的 Baby 怎能少了为小 Baby 提前购置芭比娃娃、蓬蓬裙、公主床，这可是小海绵没有的待遇哦。说到二胎，除了粉丝最着急的应该就是黄教主了。在热播的综艺节目《中餐厅》中，黄晓明虽然抱怨了因工作繁忙不能陪伴 Baby 左右，但还是跟张亮透露心疼媳妇儿，想替 Baby 生孩子。我老婆生孩子我都想替她生，更表明了二胎计划会随时提上日程。我好想生女儿啊！我现在有一个儿子，然后可以再生一个女儿。看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情人、小公主是 Baby 夫妇的共同小心愿。A 先生希望 Baby 能够养好身体，不要太拼喽。为了二胎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听小明这么说，看来 Baby 的公主房要赶紧准备起来了。大家跟着 A 先生一起去。